目前看他就不交那个价款，就是出厂价的价款。如果说是另外一种模式，就行，我已经开车去了，我卖给你。那就是我就比较分开谈，就是兄弟有偿转让，这是两种取的方式。取得了以后啊，就把采矿权转出来，这种方法好舒服。咋个交费呀？采矿权就卖那个两种半，刚才我说就交资源税的价款嘛，然后有些转转让的价。那个办了采矿权证以后，那个你就可以开采，开采就跟采矿权证上面肯定有量，比如说每吨的开采量是好大。那这边就全部在边边上了，那也是一样。哦，在这边野鸭子多得很。